嚟到咧，我哋 identities 最後一段 video。咁咧，今日咧想介紹埋咧最後兩條嘅 identities 俾大家。好，咁如果咧我哋而家想計咧一個咧 square of the sum of two numbers a 加 b all square。如果大家用個表咧，將佢乘開嘅時候咧，個答案會 a square 加 2ab 加 b 二次。咁呢度咧，其中有一個好常見嘅 common mistake 嘅就係咧。很多同學都認為 a 加 b 嘅 all square 咧係會等於咧 a square 加 b square， 咁啊記緊咧佢哋係唔等於嘅。咁啊，如果呢粒係相乘咧，你就可以用 law of index power of product， 咁你可以將佢 distribute 來。咁但如果佢係加嘅時候咧，大家記緊係唔得嘅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咧呢一條我哋可以有一條新嘅 identity 咧，就係咧 a 加 b 嘅 all square 係。加 a square 加 2ab 加 b square， 咁呢條係一條 identity 嚟嘅。同樣道理，我哋上堂都 discuss 過，其實 identity 最緊要嘅幫忙咧，即係最緊要嘅好用嘅地方或者好處咧，其實就係我哋可以好快將呢嚿 expand 喺我哋中二嘅 syllabus 裏面。去到中三咧，我哋可以咧好快將呢嚿嘢做 factorization。咁啊，呢個咧去到中三大家咧先再 discuss。咁啊，唔記得咗都可以睇翻呢段片。咁我哋即刻睇一睇 Instant Jew 第一條 Part A 個 format 就係 a 加 b 嘅 all square， 而個 a 咧 a 係 x，b 係一，咁所以咧根據呢條 identity set， 我哋可以即刻寫到咧，其實呢一個咧係等於 a 嘅二次加二。A B 加 B 嘅二次，咁啊紅色嘅對翻紅色，綠色嘅對翻綠色，咁啊 A 二次加 2AB 加 B 二次，咁啊化簡咗佢，咁所以個答案咧就會 x square 加 2x 加一，咁都係咧一眼望落去就答案噶啦，咁我哋一齊睇埋 B， 咁俾少時間大家做咗先。咁咧同樣一樣係 sum of square of sum of two terms， a 係二 ，b a 加 b all square， 咁個 b 我哋今次咧就係三 b 嚟，咁啊綠色一嚿同埋紅色一嚿，咁我哋一齊試下寫埋佢答案出嚟，會等於二嘅二次 a square 加二 a b。加 b square， 咁記得啦 ，b 係成嚿嘅，成嚿紅色叫做 b， 咁所以咧呢、這個 square 咧要係 all square， 咁個二次咧除咗個 b 之外咧，仲有三都要俾埋嘅，咁我哋同樣道理，我哋可以化簡咗佢，所以為四嘅二次啦，加二二如四，四三十二十二 b， 再加九 b square。咁啊，最後望一望 constant term 嚟嘅呢個 x，sorry 四嘅二次 ，sorry 二嘅二次係四，睇一睇 constant term 呢個係 b 嘅 coefficient of b 係十二，唔係 like term 嚟嘅呢兩個，呢兩個都唔係 like term， 冇得加埋佢，咁呢個會係我哋最後嘅答案。咁除咗咧 square of sum of two number 之外咧，其實我哋仲有一條 identity， 其實同上面一條好似，我哋一齊寫一寫。乜嘢咧叫做 sum square of the difference of two numbers 咧？就係如果我 pattern 係 a 減 b 嘅 all square， 用個表乘開佢，個答案會係呢個。咁所以咧，我哋而家多咗一條 identity，a 減 b 嘅 all square 會係。等於 a square 減 2ab 加 b 二次，咁以後咧逢親見親係兩嚿嘢相減，然後 all square 咧你可以運用呢條 identity。其實咧呢個最緊要嘅地方咧就係咧你要知乜嘢係你嘅 a， 乜嘢係 b。咁我哋一齊睇咧第二下面嗰兩條 instant jew 題目。第一條 x 減一嘅 all square， 記得個 a 係 x， 個 b 咧。是一隻不頒個負字的，因為它的 pattern 就是 a 減 b 的 all square， 那我們可以用剛才的 identity 了，會是 x square a 二次減2 a
b 加 b 二次，化简佢为 x square 减二 x 加一。咁啊，其实好快做到个 expansion 嘅。如果我哋想 expand 个 square of difference two terms 嘅时候，我哋一齐睇埋个 b， 用翻头先个概念咧一样嘅啫。你会发现咧，我哋都系有两个 term 相减嘅 all square。留意 A 是個三綠色的部分， B 呢會是紅色的部分，所以呢我們用 identity 就會是等於三的二次減二乘三乘四 B 加四 B 的 all square。 多數錯的呢就是錯兩樣東西，一就是這個是不是負，記住 identity 兩個相減的時候這個是負，記錯了個 B 是不是 4B 呢，是負 4B 呢，還有這個沒有 all square， 這三個位置都是很重要的，大家可以慢慢分清楚。所以答案是9減2 3餘6 6 4 24， 所以會是 24B 加 16B square。 應該這條的 identity， 這兩條的 identity 都不是很難用，我們上堂的時候再一起多些 discussion。